怕。怕不怕，爸爸？我们家小宝听到这个炮声啊，就有点害怕，他就靠近我啊，这个头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小白，今天我们一大家族啊，来山上挂青啊。现在的话是在扫墓，然后放鞭炮。爸。现在我们去另外一个坟地啊，刚刚这个坟地已经挂完了，因为我们家族的话坟比较多啊，今天是所有的人全部出动，人多力量大，这样子的话就快一点，待会挂完就去我们家吃饭。现在四娘和弟妹在挂花束，把那些纸皮拴在那个树枝上面。那是一会儿就不打狗子，我就不生了。生会多死的生的。那你们那个男孩过来给人。过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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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员最齐哦。哎，哪一个齐？回家啊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小白。今天是我们家族挂青呢。今天上午啊，我们一家人啊，三十多个人啊，去山上搞了一个半小时。那个扫墓啊，已经扫完了。现在老妈和家里的亲戚在那里烧饭，我们去厨房看一下。现在老妈有事情要去忙了，由大伯来炒菜，因为大伯在我们这边炒菜还是炒得很好的。Thank you.
我这个葫芦啦，有啥个对骨啦，肯定忙是对忙是啦，对不对？幺咪，小学葫芦没回来。宝宝醒啦。开始煮一段，这个比较香哦。嗯，这么多吃下去等下吃不下来。Hello， 你们回来了？是拿西瓜回来了吗？在哪里？在车子后面。爸爸，好了，等一下回去再看吧。这黑莓耶，我还以为是那种无籽瓜嘞。这个西瓜它是有七斤。多少钱？19.9。嗯。老妈他们还没回来吗？嗯。有那种无籽西瓜或者那种白皮西瓜好吃一点呢？没有吗？不知道，昨天不是逛了一下星星游学吗？然后看到西瓜就想吃就买了。这个叫台湾黑莓仁。呱呱呱！吃呱呱！我们家的宝宝在那吃，阿妈给你切一点。好了，走。给他借个围兜吧，等下把那个衣服搞脏了，全部是西瓜。嗯。嗯。我来尝一下啊，这个季的西瓜好不好吃？可以，有点甜。哎，宝宝不是这么吃的，这皮吃的。西瓜皮都啃了，真的是个小猪猪。
小宝吃那一块就可以了，我觉得他不能吃太多了。要吃季节性的啊。嗯。今年还是第一次吃西瓜。感觉怎么样？还可以吧。这里吃完的了，这里叔叔这里吃完，喂进去了。嗯，咬了，用嘴巴咬了，这样吃。妈。哎。妈。你把这个吃完，你再拿好吧？啊。好，吃完了就妈妈再给你啊。快吃了，咬一口。嗯。哇，怎么吃的那么松啊？还。不要给他吃那么多了，小朋友，现在西瓜不能吃太多的。其实这一点点没多少，好不好？他一口就干掉了。嘎嘎嘎嘎嘎。他上面的甜一点，他吃到这下面一点，他不要。嘎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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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吃吗？好不好吃？点头。没有啦。你还想吃啊？好。给爸爸试试一下这个台湾的黑美人呀，看一下正不正宗啊。比那个当季的西瓜还是没那么好甜，感觉就是。肯定啦，水果的话，季节性水果肯定好吃一点。对，应该是那个大棚里面种出来的，好比是吃我们自己家种的那种黄瓜，比那个黄瓜甜那么一点点。好宝，你就是个西瓜猪，天天吃。你怎么那么喜欢吃西瓜呢？他今天下午吃了一块的了，一两块。怎么样？好不好吃？啊，我感觉那个有点像吃黄瓜一样的。这个是给你留的，今天。你要多吃点。这个好宝嘞，你真的是个吃西瓜的料。小鬼上。没有没有没有。你看。嘿，不要抓。没有没有。他都是赶时间。不要吃皮。对啊。吃肉嘛。